一个叫范闲的年轻人重生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开始了一段离奇的经历。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庆余年》，作者猫腻，播讲严道之，后期混音时光。第129集。行走在齐国的皇宫之中，范闲不由想起了一个已经很陌生的成语，这是前世的残留，欺人之福。因为这座皇宫着实配得上年轻皇帝先前所说过的仙宫二字，生活在这座皇宫里的齐国贵人确实很有福气。高高的青树从整体颜色为素黑的宫殿群落旁伸展出来，就像是一位冷峻而细心的女子正在为谁打着小扇。那些青青葱葱的树枝或俏皮地探出素黑眼角来偷窥，或无力慵懒地搁在青瓦之上暂歇，或是在宫中地上那些花枝招展的鲜花上方伸着懒腰，像是在蔑视那些娇弱的植物。整座宫殿与四处可见的大青树交杂着，辉映着，青黑相间，刚柔互济，美不胜收。宫殿群分作好几层，依着一方青山而建，显得格外奇妙。三人在一大堆太监的服饰下往前走去，绕过山涧青隙旁的长廊，已经上到了第二层。直到此时，范闲才稍稍镇定了些心神，开始用心地观察皇宫里的景致，不免有些赞叹。虽然皇宫依山而建，从军事或者日常起居的角度来看呢，是显得有些愚蠢的抉择，但看着长廊旁的清水缓缓流淌，四周清爽的颜色风景充斥着眼帘，范闲也终于明白了很多年前的人们选择此处做皇宫的真正理由。美呀，真是太美了。可惜范闲不是齐国人，此时更没有齐人之福，身旁并没有两个绝色美女相伴，有的只是齐国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还有齐国年轻一代最强的高手，曾经打得自己满地狗爬的海棠姑娘。皇帝身着黑色外衣，腰间系着金丝玉带，袖口宽广，打扮颇有古意。他双手负于身后，当先领路往宫里走着，似乎忘记了是他强拉着范闲留了下来。范闲有些拘谨地跟着皇帝的身后，时不时用余光瞥一眼身旁的海棠。他和这位女子之间更是有极大的过节，虽然相信在皇宫之中对方不会对自己如何，但感觉总还是有些紧张。但是海棠朵朵竟是正眼都没有看他，似乎从来没有遇见过他，也没有中过他的毒，也没有听过他的酸词。范闲明白了一些什么，所以温和笑着没有多说话。不过一时，那位年轻的皇帝陛下似乎终于走累了，指着前方一处平地里的凉亭，轻轻一点手指头。霎时间，一大群太监脚不沾地地冲了过去，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凉亭打扫得干干净净。那几个坐篮是擦了又擦，点了几柱熏香，备好了清明壶杯。走入凉亭之中，身旁山峰夹着清流诗意微微拂来，皇帝站在栏边，双手负于身后，轻声说道：拍栏杆，林花吹鬓，山风寒，好歌惊得浮云散。范闲恰到好处地应道：好词句。皇帝转过身来，一双清明眸子极感兴趣地望着范闲，半晌后忽然开口说道：拍阵马屁拍得如此漫不经心的，范闲呐，你当是第一人。范闲一窘，不知如何言语，拱手说道：
外臣惶恐。惶恐倒罢了，不要惶恐不安就是。皇帝坐下，取起茶杯便饮了一口，忽然看见海棠，不由笑着说：小师姑，今日在朕面前怎么这般拘谨呢？往日里是请你也请不动，只肯在园子里种菜，今日既然入宫，且放宽心，赏赏景也好。他轻声叹道：朕总以为这宫殿太美，美到朕都没有心思出宫行走。这话里似乎有些旁的意思，范闲只当自己听不懂，在皇帝的目光示意下坐了下来，自有太监奉上清茶。他缓缓啜着，不知道这位年轻的皇帝忽然间动心思将自己留在宫里究竟是什么意思。海棠也端起杯茶，坐在山亭外侧的栏杆上，目光投向亭畔流水，不知所思何物。范闲，你看朕这宫中景色如何呀？范闲微微一怔，心想这是皇帝今日第几次重复这个话题了呀，又一斟酌后说道：宫在山中，山上有树，树在宫中，景致优美，最稀奇的倒是这重重宫檐，竟似整座山景浑然一体，一不显得山色吞没了皇宫威严，二不因宫殿之繁华弱了山色苍漠，竟给人天人合一的感觉，外臣实在是赞叹不已。范闲无意的话语似乎让北齐的皇帝有些惊讶。同一时间，皇帝与海棠都用一种很诧异的眼神看着范闲。皇帝本来只是随口一问，不料范闲却答出天人合一这四个字，不免让这两位齐国最顶尖的人物感到大为震惊。须知道啊，天下四大宗师中的苦和一派，讲究的便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只是此一妙诀向来不传外人，此时竟被范闲通过续景随口说了出来，实在是有些震撼。海棠宁静明亮的眼神盯着范闲的脸颊，似乎想瞧清楚这位名噪天下的师者究竟是偶然得知，还是真正的通过皇宫之景看出了些什么道理。范闲却没有这种自觉，所谓天人合一，这是他遥远记忆中哲学课上已经讲烂了的话题，随口说出，当然没有想到会让旁人如此惊骇。此时看着皇帝和海棠若有所思的表情，他也不免疑惑起来，问道：外臣可是哪里说的不对呀？皇帝哈哈笑道：即是，哪里有不对的道理啊？范闲，你果然不愧是一代诗仙，随口说的话语竟是暗合至理，妙极啊，妙极。皇帝微微一笑，看了海棠一眼，说道：小师姑以为范公子这话如何呀？海棠一礼说道：范公子以景数理，可谓通才。三人又随口闲聊了数句，便将此事遮掩过去。皇帝忽然皱眉问道：此处山亭我上个月也曾经停留颇久，其实树在亭上，月在云上，朕在流水之上，四周清风徐来，感觉无比快意，浑忘了尘世间的烦恼，所以这些日子我时常来此驻足，但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不知为何。海棠忽然面露郑重之色，说道：陛下乃齐国之主，天下子民万心所向，这尘世间的烦恼本就存在，若强要忘记已属勉强，更何况陛下一生系天下安危，陛下心思左右万民福泽，怎能图一时之快意呀、而忘却尘世之烦恼啊。陛下应时刻铭记天下子民多在困厄之中，以万民之烦恼为己身之烦恼，
如此才是一代帝王应执之念。皇帝凛然受教，起身行礼道：“多谢小师姑指点。”范闲在一旁淡然旁观，发现这位皇帝是真的流露出受教的神色，不免有些讶异。看来这位曾经被自己折腾得够呛的海棠，在齐国的地位竟然是如此崇高。不过他对于海棠的这种说法不免有些不以为然，脸上虽然没有流露出来，但眼瞳里却闪过一丝笑意。可是这一丝变化怎么能逃脱一位九品上强者的眼光呢？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庆余年》。休息一下，欢迎您继续收听。范大人有何不同看法呀？很奇妙的是，海棠的问话里并没有敌对和尖酸的味道，倒更像是正常的询问。北齐多好辩论，力学济世之术，所以单从容纳其他意见的角度上看，倒比庆国的风气更好些。范闲微一皱眉，旋即笑着说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然是身为帝王，身为臣子应秉持的理念。只是若以海棠姑娘所说，日夜不能忘去世间黎民疾苦，虽然陛下可以以此警惕，不懈正事，为万民谋福，但是长久以往不免会太累了些，精神不济之下，就算有再多怨心也做不好事情。所以外臣以为，能忘忧时须忘得彻底，正所谓天下常忧，天子不可常忧。”他这番解释毫无说服力，但妙就妙在头两句话当中。海棠听着这两句话后眼睛更亮，根本没有去听他后面说了些什么，只是在慢慢咀嚼其中的滋味。而皇帝陛下更是拍案叫好，好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卿此言果然道尽臣子之中道，天子之应持。好，好。四周的太监宫女们不是很明白皇帝在说什么，但是看见这位南朝使臣能将陛下逗得如此高兴，也不禁纷纷面露微笑，向范闲投去感谢的目光。范闲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在心底里对前世那个本宗啊喝稀饭的哥们呢竖了竖大拇指。年轻皇帝已经开始唤范闲为范卿了，自然能够看出这位天子对于范闲是极为欣赏。皇帝今日将这位外臣留在宫中，本来是另有要事安排，至于赏景，不过是因为海棠小师姑被太后安排在身后，这位天子不大方便与范闲说话，所以刻意找的话题。不料范闲的应对倒着实有些味道。皇帝笑着望着范闲说道：“范公子文武双全，实在是世间难得的人才。”范闲连称不敢。海棠忽然开口说道：“那依范公子所言，天人之道该持如何观呢？”范闲微微一怔，心想自己最不擅长玄谈之道，先前那堆话语也是很苦闷，怎么还要继续呀？皇帝微微一笑，挥手止住海棠的发问，转而问道：“那范公子以为，为何朕这些日子再也找不到内业的轻狂神思了？”范闲微微皱眉，看了看山亭四周，指着那炷香轻声说道：“陛下，移了此香，再退却身旁诸人，或可寻回当夜感觉一二。”皇帝微讶，一言让众太监宫女退到远处看不见的地方，又移走了那炷凝神之香。一时之后，清风再兴，吹散一应香味，只留下淡淡山间宫殿轻狂。皇帝
缓缓闭上眼睛，良久之后面露喜色，睁开双眼，微笑说道：果然有了几分感觉。范闲笑着解释道：皇宫中的用香自然是极品，但与这山林间的香味叫起来，不免会多了几丝俗气。海棠在一旁微微颔首，似乎深为赞许范闲这个说法。复又坐于山亭之间品茶，范闲心头的疑惑却越来越深。初至上京第二日，这位年轻的皇帝便将自己留在皇宫之中，此事大大不合规矩。不论怎么讲，自己也是位外臣，而且两国之间虽然脸皮完好，但下边一直在下阴手啊。皇帝忽然轻声叹道：范公子，你知道为何朕要将你留下来吗？范闲微微一凛，不知道对方是看出自己心头的疑惑还是凑巧，恭敬说道：请陛下示下。皇帝微笑说道：名义是因为朕喜欢办闲斋诗集。他接着对范闲笑道：当然朕确实极喜君之诗句，只是那家淡泊书局卖得极贵，故而年前朕曾经从内库里拨出些银两，在大齐境内刊发了不少范卿诗集，送往各地书院。朕如此看重，不知范卿何以报我呀？此人乃是一国之君，心想自己动用内库银两为你这年轻诗家印书扬名，对方岂不是会马上感动得无以复加呀？哪里料到范闲竟是面露苦涩，磨蹭了半天才站起身来对皇帝行了一礼，心里却开始骂起娘来。这个世道果然没有盗版的说法，你这皇家害的淡泊书局行销北方的生意今年差了三成，七爷掌柜天天揪头发，居然还要老子这个东家来谢你。海棠忽然在一旁轻声说道：陛下，淡泊书局是范大人家的生意，您这做法只怕范大人非但不能领情，心中还略有悔意。范闲赶紧笑着解释：绝无此意，绝无此意。皇帝微微惊讶，看了范闲一眼，说道：范卿一代世家，怎么还做生意啊？范闲苦笑应道：挣些零花总是好的。海棠在一旁笑道：这天下最大的书局，居然也只能给范公子挣些零花。皇帝不知道海棠小师姑与范闲在雾都河镇外的那些故事，所以发现小师姑似乎与范闲之间隐隐有刀剑之风，不由好笑起来，说道：小师姑，您与范卿家可谓是当今天下一南一北名声最为响亮的年轻一代人物，怎么今日见着却像小孩子一般喜欢斗嘴呢？海棠微微一怔，也发现了自己今日说话似乎略有些刻意厉狠，与往日自己的恬淡心性大不一样。范闲笑着解释道：或许海棠姑娘依然认为商贾乃建业吧。当今天下虽然从叶家开始，商业的重要性已经完全体现了出来，各国皇室没有不注意此道的，但在表面上大多数人还是将行商看成比较低下的职业。不料海棠微微摇头说道：工农商事，天下人做天下事，哪有贵贱之分呢？范闲很喜欢他这个说法，似乎是因为太后让海棠跟在身边，少年皇帝内心深处想与范闲说的事情始终无法说出来，天子脸上渐现烦倦之色。范闲与海棠互视一眼，本以为这个女子会识趣地走开，留给自己与这位皇帝一些清静空间，谁知道海棠竟是面色宁静不变，全部依会皇帝的脸色。皇帝忽然自嘲一笑，走到山亭旁，
看着脚下汩汩流下的山水，叹息道：范闲呐，这一路北来，你看我大齐风貌如何呀？范闲沉声应道：北齐物华天宝，山水清秀，地大物博，百姓安居乐业，实在令外臣叹服。皇帝忽然转身，用平静至极，完全不像17岁人的眼光看着范闲。那你以为朕这天下与你南庆相比如何呀？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由言道之播讲时光后继婚姻的长篇穿越小说《庆余年》。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欢迎点赞转采和打赏。本集故事就到这里，感谢收听。